就是在带领新手的感觉，好像我是个大哥哥一样。这游戏我也玩了好几年了，哦，已经几年了是吧？对啊，那想必你非常的专业，啊。那你可以告诉我哪一些是成熟的胡萝卜吗？成熟的哪一些吗？对对对，我来举给你看啊。好好，你来我这里看看。好。这边这个是胡萝卜嘛，对不对？我脚下踩这些。老天，哎，老天，等一下，好，没问题。想要听你说哪一些成熟的，啊？这个啊，这边哪一个是成熟？然后这是什么物种？这是什么物种？这个是马铃薯。那很打才说。你这是作弊呀，啊，小朋友！我们今天去一个农园里面，没有把这个东西拔出来，怎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全世界的叶子长那么多，你能够全部记得起来吗？这可以呀，啊，只有你不行啊！你玩一年两年还是不知道。那我们是要很认真、很努力的玩这个吗？这是 1.7.4 版哦，没错，但还是认真、很努力。那是否我们要收集一些建材，比方说更多更多的石头？好，我们去看石头。那我们先记好我们的家。哎呦喂，入水，我入水，喝水，喝水。这个，这里是我们家。我来给你一个木稿，我们就可以去挖石头。OK, okay.。对，但我还少一个，所以我要再打一个。你为什么要从我旁边经过？害我的敲击就没了。嗯？什么？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砍枪，就是砍到你身上来了。我敲到一半，你从我旁边经过，不行，我还要再一个。嗯，再两个，你帮我来打一下。会，好。你不要一直经到我面前，你完全是故意的。你先，老天，你看我手上拿什么？对不起啦，给你，对不起。欠揍。有了有了，这样我就好木棒，然后还有木镐、木镐、木剑。这个天下就可以被我们征服了。再多一点的面包。好了，老天，我们已经赢定了。要不要寻找一个地方，我们来可以挖一些石头？好。你有想要去哪边挖掘石头吗？嗯，跟我走。如此的经验丰富，一定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地方。来，凭着我的第六感，我带你去。好。哎呦，我们还养一个僵尸，我们还真厉害。凭着你的第六感，啊，老天穿的绿色小裤裤，觉得性感啊。好说好说。有时候我自己性感起来，也是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讲你吧。Sexy, wow, wow！ 导播刚才乱剪掉，觉得心虚。走，我们从这边挖下去。这里？对啊。你根本就只是绕一圈，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石头，然后就想挖这里吧？不需要解释这种东西。走吧，我们下去。超烂的，也不是找一个神秘的洞穴。好，我们去找洞穴就去找洞穴。你想要洞穴，我带你去找洞穴。走。好好好。欸，你有木棒吗？我想要做十字镐。我不就给你的十字镐了？可是那是木头做的，我不喜欢。哦，我这边的木头，我们没有木头，我们是否应该先拔个木？我们好像跳级了。对啊，我好像跳级了。去拔一个树木小姐。嘿，哈。看看我这个粉红色的羊，欸，精美的移动速度。那我们在这边伐伐伐伐伐一些木，
晚上拔一些木。我们不是走一个共同的方向过来的吗？为什么当我蓦然回首，你却连灯火阑珊处都没有看到？没有，连灯火阑珊处都没有。哎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为什么没有？我找到洞穴，我在这边等你。我以为你会跟着我。你不，我们不是要先伐一点木头吗？哦，好，我看到了。等等，我们可以来。对吧？会。差点以为你有上来的障碍，还好你没有。不愧还是星期天。好。没有，我是由衷的佩服，觉得厉害。好，可以了。走吧。所以应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挠你吧？除了你嘴巴的食物以外。没有，我没有在吃东西啊。那一定是我听觉有问题的。那你也帮我。哇塞，好，跟你说为什么？我刚刚说你耳朵不太好。不是什么包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耳包。自己讲出来。好欸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进阶到石器时代了。你确定获得木头就是石器时代？是啊。首先有木头，我们用木头来合成橡木材，再用橡木材合成一个合成台。合成台合成之后，我也在合成。之后，我刚说之后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合成台合成，猪看到的都会觉得很奇怪的这个结果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合成一个合成台，放在地上。合成台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橡木材来打造一个木棒。木棒可以做什么呢？木棒两个点上去，没错。在鹅卵石放三个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十字镐了。好妈妈十字镐就是这么简单。好妈妈、哦，好多成就。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建了工作台，真是有病。干嘛放两个工作台？没有，一个可以带走。工兵。我们要一个打包，一个内用。我觉得我们的木头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。毕竟我们已经有一个家了，我们完全毫无畏惧啊！毫无畏惧，没错，没有错。哇哦，哇哦，还有一颗小苹果，小啊小苹果，不是，是你死，你在干嘛？不小心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发一起的木头？然后你手上是拿空的，我可是有斧头哎。哦，好吧，居然想要空手跟我抢。OK， 我负责收割，你负责打。好，我负责打。巧克力，没有打歪了。我现在极限生存，你要跟我翻脸就对了。没有，我们是好伙伴，但是偶尔不小心会歪一下。哦，不小心会打到这样子。因为我以为你有歪一边，没想到你没有。哎，这样子有成就啊，打队友，杀戮时间。是我获得成就。哦，好吧。你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拿的？这可是十件。好，你不要逼 我。好，对不起，刚刚有得罪你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们今天开心，我们去砍树好不好？巧克力。我们去那个、啊、洞窟探险啊！我有很多的木头，我有将近30个啊。走吧。对，我们赶快趁天色黑之前赶快走啊！走吧，就呗。趁现在赶快离开这里，免得等一下这里全部都被可怕的怪物，比方说，哎，老天，我看到前面有你的朋友了，我们要不要一起来？走吧，老天。我没血了，哎，不，走快。哎、欸，没爆！我还救个他，快爆你！哎、欸，哇，不简单啊！啊、哦，没有办法。哎、欸，有时候把我凶起来，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啊！快点，我们来探险喽！哇，我觉得老天你找的这个洞窟非常之棒，我觉得你必须要自己来看看。
这个洞窟真的哇颇有天然地势，可是我没有火把哎、欸，颇有深度，颇有深度，非常的深啊！老天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，老天黑啊！老天，你的洞窟就只有这样子的大小吗？你怎带领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大小啊？它完全就不是洞窟啊！这是洞窟，这是洞窟。再往下挖二点一滴，就会云开见日了。云开见日，那我们还是继续从这里挖好了。我觉得我们不要上来，我觉得上面好像有一点点热闹。我有点怕生啊，我不晓得你是如何的想。我觉得有一点怕生，在这里有一点危险。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走，好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些挖掘的动作。是。那就靠你了。哎、欸，这样，哎、okay. 欸，这样还可以打我，他就是那么爱我，就是了。我还想让他去追你。High chocolate 获得成就，魔物猎人。好说好说。哇，你的老天的挖掘颇有深度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我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，才能够有今天甜美的果实。如此精湛的挖掘技术，还是别说啦。哎，我获得热门焦点了。热门焦点是什么？就是建造一个熔炉。哦，我们来。You got it。烧一点。我需要煤炭。对，我需要火把。我正在燃烧煤炭。我的稿子没了。你的稿子没了，那你可以再上来去做一点稿子。OK， 我需要炉子，我需要木炭。他正在烧木炭，然后我看到有人在攻击你。你放心，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OK， 你看在眼里，可是你没有救我。我以为只要看着你就够了。哦、想不到你如此的贪心。不。怎么敢？哼，我拯救了你啊！你不觉得再挖深一点会比较好？嗯，通常如果是要去探险的话，都是继续会往下挖，会很深，很深。好，我们往下挖。你要从前面开始往下吗？往下？为什么我会看到有弓箭 ？Get away 啊！哦，有人说木镐跟木剑也可以烧掉，这么厉害！哦，变暗了，又变亮了！哇哦！我们分工合作，我们分工合作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嘿、hey, ，好，巧克力在吗？没错，巧克力你好。那个雷猴、啊、目前派给你的工作就是负责进行挖掘，还有把挖掘上的东西能够进行捡拾，捡拾并在背包里面进行整理，整理完之后就把挖到的东西给我。而我目前为您分工的工作就是为您的，在这个往下挖的过程当中，洞穴会越来越漆黑，我来负责为您插上火把。没问题，但。刚刚到现在，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干扰我的挖掘的工作。没有干哎，巧克力，你杀我！你自己走到我面前的，你在干嘛？我要在你面前帮你点上一盏明灯。你可以把明灯点在旁边，哪有人走到我面前了？施主想要为您点上一盏明灯，结果你施主啊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自杀？坐标给我，负178。5178，我打出来。施主啊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你为什么要自己走到我面前？有蜘蛛追赶，有五只蜘蛛追着我走，我要再死一次啊！因为今年是五倍，今年是五倍。对对对，妹妹，你看这样子就会显得很热闹。你有没有觉得负多少？负多少？负多少？很开心。我不是按、啊、你要踢啊，你要踢负178。好恐怖！不！哎呦，获得了煤炭。
走开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我的